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磊。现在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一直在使用的 TC 即 C 自动效果器。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效果器，我在唐朝中使用的音色。OK，这是一个可练的。一个合唱的音色，下面是一个重金属失真的伴奏。在这儿呢，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在弹《梦回唐朝》中间 solo 的一个音色。我可以随时启动我的一个度数的一个下行3度的开关。